有什么不能跟他们公开的呀？哎呀，啊，嫂，不再睡会儿啊？嗯，不用睡了，我有点口渴，能帮我倒杯水吗？ 徐总监不会是想赖账吧？不会，我也不是那种人啊。那就好。秋姐，开门啊！秋姐，秋姐，你干什么去啊？ 公开啊！啊，不行不行，徐总监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有这么见不得人吗？不是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，而且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啊。解释？有什么可解释的？哎，服务员，你帮我开一下门，我朋友在里面，我怕他出事。委屈你一下。哎，你干嘛？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我以后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您好，这边需要开门的话，请联系一下前台。啊？ 有什么不能跟他们公开的呀？哎呀！啊！别出声！秋姐，快开门，出大事了！下不为例。秋姐，啊，来了！秋姐，快开门！立 TV 历史线上影视。